粉丝提问，为什么除了军妹团进，其他团进没有十字弩？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发现了，不啰嗦，直接谈谈两个原因。一，十字弩实在太弱。十字弩的属性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优点就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伤害高，另一个就是没有声音，其他的就全是缺点了。子弹少，换弹慢，弹道下坠严重，不好瞄准，射程近，在经典模式就已经很难用了，加入团进就更不用说了，基本是打不死人的，除非是一发爆头，和团进都是正面对决，根本没有那么多阴人的机会，实在是太弱了，加入也不会有玩家去选择的。二，不适合团进节奏。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，团进模式的节奏是非常快的，节奏快最适合的就是全自动武器，所以在团进中大家基本都是步枪，狙击枪除了 AWM 很少有人玩其他的。而十字弩的射击节奏比 AWM 还要慢，因为打一发就要换弹， AWM 只要拉一下栓就行了，所以不适合团进节奏的也不会加入。有人要说了，那为什么军妹团进有十字弩呢？那是因为军妹团进挑战的就是用各种武器击杀，十字弩当然可以加入了，因为想赢大家最后都要用到。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啦，我们下期见哦。